然后我们有两个选择，我们指定图案跟你们自己选，画各种，这有30多秒。
三十九秒。你们按照哪个描述，我就用你们就改，或是我指定描述。他的动作很那个。快点选。看你们要你们选秒数，还是你们要用我原本选好的秒数？决定哦，你们选，那、你们就跟我有三一到三题开始啊。对，新来一题，新娘在看。对，新娘在用直播中，刚刚才在直播中。你刚是很庆幸你吃了真的，预备，我的秒数。你要十秒，预备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是爱的宣言啊！我也要念出对老婆爱的宣言。对啊，大声一点哦。让他听到。对。我回复他不 OK 哦。好。老婆，你仔细听好喽。一，老婆购物时要抢先付款，义不容辞。二，老婆玩乐时要勤做家事，不能抱怨。三，老婆叫我时要跳起答右，快跑现身。四，老婆不在身边时要朝思暮想。小声喽，大声一点。五，老婆失眠时要彻夜陪伴，帮忙数羊。六，老婆心情不好时要绞尽脑汁逗她笑。七，老婆训话时要双手贴腿立正站好。八，老婆打我时要任其蹂躏。大声一点啊！谢主隆恩。九，老公领薪水时要双手呈上，绝无私藏。最后一点最重要，来，签名，议事人。画押，画押。对，就是证明你有说过。今天我要把你娶回家，你是全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，你要当我的老婆。好，好。等一下，你分手可以拿阿米的情书。거저만 가는 게 아무런 도움이 되론 안 되겠어 어쩌다 내가 이렇게 내게 빠진 건지 이유를 나도 모르겠어 넌 왜 내게서 맴돌아 뭘 해도 신경 쓰이고 뭘 해도 궁금 两个要幸福哦。嗯。那新娘子有没有？
小心哦。
他们两个哦，由于爱河长长久久。希望以威能够美满幸福，然后永远快乐。谢谢。祝福以威幸福美满，永远开开心心。我们祝以威跟俊伟白头偕老，友谊爱河。俊伟，以后你要辛苦了咯，多担待一些，要帮我照顾他哦，要幸福哦，要爱他哦。要幸福哦，俊伟以为要幸福哦。好，俊伟以为新婚快乐，祝新郎新娘